这是一个客户发给我的视频，他就是要搬这种一张一张的 A4 纸，而且是散的，他想让我们帮他找一个这样的家具供应商，而且他要家具做的跟这个完全一样，但是他又提供不了样品。我看了半天，我没搞懂为什么要这么抖一下呢？